这里还追吗？还真打算追，开刀了。要没封装，肯定张狂一刀。我就给你无限玩这个窗户，板子都不用下了，防一手闪现就行了。就刚才大家按住闪现，我估计都被震死了。他也在骗我，一起骗你。不是你电机没了，何必呢？一刀都不会让你开，你说你这个前锋图个啥啊？你看外面街尸都在飞，你不锤，你非要锤我。送他一刀，送他一刀，看他可怜。压个锤子直接点了，压的。闪现估计20秒左右。现阶版强，太强了。找一台最近的球吧，感觉像杰克。
装一刀。这边是调香师，他开始追调香师了，无人击中，但不过是板后。插刀虽然回血了，但是还是要吃一刀。这个出刀有点急啊，控了两刀，香水又好了。谢西城的神器，香水又好了，又可以溜了。还被盖了一板。感觉游戏声音有点大呀，其实他这边节奏基本是崩了，而且他没打算传送，已经确定了肯定金身。大概率金身，他要节奏好的话，早就那个了，搞好了。他节奏好，他早传送了。一次无刃机会，还有一次落地刀机会，唯独没有厄运机会。但我有球啊，再见冷冰。两代在修，基本光接了，等到印章了，看起来没修完就补一下就行了。不磨不磨，到印章等会就直接满血了，没必要。哎，你这个电击点的也太秀了吧！啊，还是要针对调音师，应该是三跑了。够了，撤！下一局，大王子电击不修啊，给别人。去修一下龙皇这边吧，还有几颗，还是封装一刀，看看技能吧。污染好像空了，召开妹，有一个人在小木屋，有一个人在沙包。感觉移动速度减少了，
帮忙吧。可能金身啊，因为有黑妹，有前锋，觉得大概率是金身了。人呢？吓我一跳！封不封装？不敢撞啊！我要撞了，我就给他送隐身了。我只能跟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跟。不交。像金身啊，那金身早就签了，直接撞。当我没说。金身太明显了，找魔术师摸一下，我还有机会啊！我要去去修电机，调试一台魔术师，去重新修一台，但拖的时间要久一点。金身还没好，魔术师这边还有猴子，要拖两台。只要拖到了这把就赢了，没拖到的话估计就保平了。能不能多收他一点？又活了，没传送，只能怼，没有办法。金身，金身杰克只能怼，没有其他选择。手电机已经迟了，守不住了。一般这种局，杰克已经游戏结束了，不管怎么样都赢不了，除非人类。去送，不认啊？写完了吗？差好多。黑妹重新修嘛，重新修一台杰克就废了。不过也行，调完师过来救一手，救一手那边烧包也在家。他赢不了的，金身杰克。哦，让你打一打，哎，你打，你敢打吗？
这黑妹妹带当心脏啊。然后这边调完师要卖了。好像是修机救人，到最后一无所有，撤了。下一局。